人才讲坛，关注人才培养与发展。大家好，你而家收睇紧系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人才讲坛节目，我系陈嘉丽。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好开心可以邀请到嘉士娱乐制作有限公司市场推广及创作总监罗嘉诚先生噶。嘉诚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系啦，相信大家都知道啦，你系一位澳门嘅歌手，咁系由参加啦歌唱比赛出身啦，咁之后咧亦都曾经以组合啦 cap 嘅形式啦，参加咗好多本澳啦咁内地嘅歌唱比赛。但你本身是讀設計專業的，其實當時為何會令你選擇做歌手的呢？其實呢我、即唱歌這樣呢，我是讀到中學的時候才開始接觸的、但是呢、那個、我們讀設計其實很乏味的，都是對著、就是、在工作室裡想東西想東西畫東西畫東西，但是我覺得其實、我自己、比較喜歡是唱歌咯，咁同埋唱歌俾我的成就感是比較大啲嘅，即係所以我最後尾都係選擇咗唱歌，咁唔係話設計唔做，咁啊設計都有做嘅，咁啊但係就可能花多啲時間喺音樂嗰方面。係，即係自細對音樂啦已經好感興趣啦。冇錯冇錯冇錯。但係而家啦，即係社會上好多普遍嘅觀念啦，都認為話喺澳門玩音樂啦就唔可以成為一個職業喎，但係你又點睇呢？其實我覺得我又以前可能很多人都是這樣想法，但是其實到現在開始，其實你看到我們很多本地的演藝人已經有全職的歌手出現了、都是為、即演藝事業的、全職的工作的，好像誰呢，蕭肥、陳慧敏、嘉納、他們都是一些全職的一個演藝人，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樂觀的，但是以前就、人哋睇落去好似唔係咁好咁樣，但係就、我覺得而家嘅演藝事業係慢慢慢慢發展得好好。冇錯，即係有夢想啦，固然非常之好，但係有時候啦，即係可能好多人為咗夢想啦，都好辛苦嘅喎。咁其實咧，點樣做先可以令到有夢想嘅人啦，即係做到自己想做嘅事情，同時咧又可以好好咁樣生活咧？即係夢想同現實點樣可以平衡？係啦，嗱，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topic 啊，我覺得係，因為咧，其實我自己咧，做設計嘅工作，或者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咧，都係做即係讀設計嘅時候咧，佢呢個都係我最後一個畢業嘅論文嚟嘅，即係講。夢想和現實啊，這兩件事怎樣可以放在一起呢？其實 我覺得就其實是怎樣都是一定要吃飽飯先的、即其實你、有夢想是好，但是那個夢想呢一定其實你怎樣都是要找些東西去維持，好像譬如我們這樣咯，我們就、要、即喜歡唱歌喜歡音樂，其實那個市場不是暫時來說不是說完全成熟的嘛，所以呢我們就要去找一些東西去 back up 它，其實簡單來說你要吃飽咗飯，你先至可以去談夢想嘅。冇錯，係啦。咁我都知道咧，嘉誠啦，你之後咧亦都去咗香港發展音樂。咁其實咧，亦都開始咗啦呢個歌曲嘅創作啦。咁其實點解會諗到去香港啦，繼續去發展呢個音樂事業嘅咧？咁其實咧，嗰陣時其實我過香港嘅時候咧，就唔係近年嘅事嘅。咁係早，我諗未必都已經有八九年前，咁我就過咗去大概一年到嘅時間嘅。咁嗰陣時其實澳門嘅音樂發展咧就係冇而家咁好嘅，係啦。咁樣佢其實都係會覺得係，香港呢個地方啊，可能會即係會有啲機會喎。咁所以就係諗住過去越洋過去試一試啦。咁啊，點知又俾我啊，又可以識到一啲比較係相關行業嘅一啲嘅音樂人啊，一啲嘅朋友咁樣，咁就啊咁就毅然就咁就過咗去啦。咁一年之後啊，都係覺得其實機會唔係話冇咯，咁但係嗰邊嘅人才實在亦都係好多啊。咁所以就我覺得到到最後尾都係都係放棄啦，都係不如翻嚟澳門就。令到即係一起去搞音樂呢樣嘢，咁希望我哋藉住我啦，或者我身邊上邊一啲嘅夥伴啦，一齊推動澳門呢個音樂呢個行業嘅發展。冇錯。咁啱我哋都講到全職歌手啦，咁其實而家喺澳門啦，做全職歌手會唔會話都好難生存落嚟咧？即係機會俾到佢哋得多唔多咧？呢個平台？其實我覺得個平台是要共同去建造的，即係這個平台。咁其實如果是要以一個人的力量咧，或者係幾個人的力量咧，好難做到一個全部呢個行業的發展咧，即係可以好蓬勃嘅。其實我都覺得係大家要團結咯，喺業界啊，即係譬如唔係一兩間公司，其實可能係
間間公司，即係我哋做音樂啊、做娛樂呢啲公司咧，我哋都係團結一致咧。咁其實將來呢件事咧，其實係可能會係幾樂觀嘅，我覺得。嗯，即係但係以你個人嚟睇咧，咁你現時喺演藝事業方面有冇啲咩嘅發展？嗱，咁我同大家分享。嗱，咁其實我自己咧，咁我成日都講啊，其實如果嗱，我哋做音樂或者我哋做演藝呢一 part 嘅話咧，如果個都是出嚟啊，都係喺幕前做演藝啊。咁我哋邊個去搭個台出嚟咧？咁其實係咪？咁我覺得都係應該要有啲人去叫點講？要犧牲下啦。咁啊，我就願意做一個點講咧？即係做一個橋梁，去慢慢去幫助扶助一啲年青人啊。即係譬如，因為我哋已經其實年紀會慢慢大噶嘛，係咪？咁其實到去我哋再大啲嘅時候，咁我哋都需要一班年青人去承接我哋呢樣嘢，咁我哋呢個行業先至可以，呢個行業先至可以慢慢發展落去咯。所以其實我都係諗住係退居喺幕後，其實間唔中咪走翻出嚟啊！好似啱啱我個 partner 咁啱啱喺文化中心咁都搞咗個演唱會啦，咁都幾開心嘅呢件事。係你啱啱講到話搭建呢個橋梁啦，要做翻幕後啦。咁我都知道你即係中學嘅時候咧，亦都好希望可以成立一間即係同音樂有關嘅公司喎。咁而家都算係夢想成真啦，亦都成立咗嘉士娛樂製作有限公司啦。咁其實當初即係點解會諗到即係開始呢間公司咧？咁呢間公司係咪即係完咗自己嘅一個夢想咁咧？係㗎，其實呢間公司嘅開始咧，就係正正我哋就係啱先所講嘅嘢，就係我哋要食飽飯，我哋先至可以繼續講我哋嘅夢想。咁點樣去講夢想咧？咁其實如果你諗係冇用嘅喎，即係其實一定要係實踐咯。所以我哋就出嚟做嘢打工咁樣，係儲咗幾年嘅錢咁樣啦，咁就自己就開咗間公司仔咁初咁啊，慢慢發展啦。咁到而家都行咗五個年頭啦。咁係有艱辛嘅，即係有辛苦嘅時候嘅。咁但係就係慢慢過咗之後咧，咁其實嗰件事又我覺得又係幾即係。而家嚟講就幾好咯，咁因為咁，所以就係承接翻之前所講嘅嘢，就係夢想同埋現實其實係可以並行，但係要自己要控制咯。即係呢間公司一開始經營嘅時候，會唔會好難經營落去咧？會㗎，會㗎，因為你其中你知道啦，我哋澳門行業即係演藝呢個行業，其實幾冷門嘅。其實係咯，所以就係初經營咁好多，譬如好多朋友或者很多其他不同行業的看這個行業，其實覺得會是比較怎麼說，會不會有得做啊，會不會有得成啊，這樣即其實但是你做下了之後呢，還有加上大家不同的其他公司，這個行業的公司都大家都是給點力，跟住去大家團結一致咧，咁其實 OK 嘅。其實當時會唔會話都諗過放棄啊，或者堅持落去的動力又係嚟自？放棄我真的從來沒想過放棄，真的沒有。為什麼呢？其實我的人就比較是牛一點的，我覺得是我要做到那件事，那我一定會做到。但是我知道明白是會有個過程的，那個過程可能會很艱辛，或者會是很久的時間，但是我覺得現在我走到這一步五年了，我們為澳門音樂或者澳門演藝界做的事，我覺得都是我預期之內，都是啱啱好啊！五年時間就做到呢樣嘢，可能五年之後，可能我哋會達成到第二樣嘢咁樣。咁其實而家目前啦，公司其實主要嘅業務都係以啲咩為主比較多？嗱，我哋而家最主要嘅業務咧，就係以製作為主啦，即係一個大型嘅活動嘅製作啦。咁同埋我哋最主要嘅另外一個 department 咧，就係做音樂啦，做藝人嘅管理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澳門啦，現時都有好多即係類似咁樣嘅活動製作嘅公司啦。其實市場嘅競爭，你又覺得會唔會好大咧？反而健康嘅。暫時嚟講係好健康、好良性嘅競爭嘅，咁都係講嗰句啦，即係娛樂事業，即係我哋而家做我哋文化產業嘅公司咧，其實唔係好多，有幾多間咧？約摸六間到啦，暫時嚟講，所以其實我哋都係競爭嚟講都係好良性，同埋都冇乜嘢好大的嗰個叫做困難或者咩？係雖然話係良性嘅競爭咧，但係會唔會話都以一啲咩嘅創新理念啦，或者嚟吸引啲客户啊，即係合作咧？其實我哋可能我哋就會係年青啲、young 啲啊，嗰樣嘢咁
有啲咩可以吸引到？可能都係以創意啊，呢樣嘢啦，即係譬如我哋都係嗰個老本行，都係由設計或者係創作出嚟嘅。咁我哋可能都係以翻呢樣嘢去吸引翻我哋嘅客户啦。嗯，咁其實啦，即係澳門啦、香港啦，即係兩地嘅創作公司啦，即係以你嚟睇啦，即係其實佢哋有冇話啲咩唔同，或者澳門會唔會即係有別於香港嘅一啲製作公司咧？其實咧，咁樣講啦，我哋好多時候咧，我哋有嗰個客户咧，其實反而係會有香港嘅喎，海外嘅喎。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時都係嗰個娛樂事業，即係娛樂場所啊，佢好多時咧都係一啲佢會揾一啲外邊嘅公司嘅，即係譬如內地啊，又或者係香港。咁但係佢哋都會好多時都會揾我哋合作咯。即係因為其實點解咧？因為好多樣嘢都係本地的會比較易溝通啲啊咁樣咯，所以我哋又覺得香港或者大陸嘅嗰同我哋澳門嘅話，佢好多時佢哋都需要靠到我哋咯。佢如果佢要過嚟做嘢嘅話，咁樣咯。即係如果啲製作公司啦，可能單從啦從事音樂工作啦，都會比較難，即係可能謀生嘅。咁其實而家啲製作公司即係要點樣去定位咧，先會比較好咧？你覺得？我覺得其實如果要點樣定位嘅話咧，我覺得係要做一樣嘢咯，就唔好去一諗住開間公司出嚟做下呢樣嘢，做下呢樣嘢，做下呢樣，咁樣就一定唔會成功嘅。我覺得係專注，譬如你要做娛樂事業嘅，淨係做呢樣嘢好啦，就唔好諗其他嘅嘢，諗住會唔會搞呢樣嘢又會好啲，搞呢樣嘢好啲，其實咁樣反而件事仲會更加唔好咯。即係好似我哋咁做音樂、做演藝、做活動嘅，咁就係專注做一樣嘢啦。即係專注做好呢一樣嘢。好多謝曬嘉誠嘅分享嘅。咁廣告之後啦，我哋繼續同大家一齊探討有關本澳演藝事業發展嘅相關問題。翻嚟現場嘅，咁你而家收睇緊係澳門有線電視互動新聞台嘅人才講壇節目，我係陳嘉麗。咁啱啱啦，嘉誠亦都同大家咧介紹咗自己咧係點樣行上咧演藝事業嘅路啦，同埋介紹咗自己開設嘅製作公司嘅喎。咁我嘉誠我都知道啦，你哋公司咧旗下都有好多嘅藝人嘅。咁其實呢班藝人啦嘅演藝發展情況又係點嘅咧？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分享？都可以嘅。咁我哋手頭上咧而家有四個artist 啦，咁樣就係兩男兩女嘅。咁其實我哋自己公司咧，都對於佢哋有唔同嘅期望啦。咁同埋咧，就會係定位都有唔同嘅，即係可能我哋盡量咧就唔會話重複去譬如係呢個類型嘅 artist 啦。咁我哋都唔會話重複會再會做多個同一樣嘅嘢，其實全部都唔同嘅，即係可能會有慢歌啊，或者行清新路線啲啊，又或者係有啲係跳舞類型啊，都會有嘅。咁係啦，類似係咁啦。即係話呢班藝人啦，都唔同嘅類型。冇錯冇錯。其實對於佢哋呢班藝人啦，推廣包裝方面啦，你哋又會唔會做啲咩推廣嘅工作咧？絕對要啦。咁其實咧，因為其實藝人佢。呢樣嘢咧，咁佢哋除咗佢哋要自己努力之外咧，咁我哋公司嘅 backup 都係好重要嘅，因為都要幫助佢哋去要幫佢哋，無論係形象啊，即係佢哋著衫啊，又或者係髮型啊嗰方面咧，我哋都要係要去慢慢去執著去做，令到咧相關翻佢自己嗰、那個即係譬如佢係一個校園類型嘅歌手，咁樣就要包裝方面咧就要符合翻嗰樣嘢。佢嗰條路線咁樣咯，係咁。嘉誠，你都成立咗呢間嘉士娛樂啦。咁其實對於公司啦，將來會唔會有啲咩期望咧？自己咁啊，梗係希望我哋公司嘅仔仔女女，即係我哋嘅歌手們咧，咁能夠可以
紅啦，咁啊再紅啲，或者可以去到，同埋可以俾到更加多嘅機會俾佢哋啦，去海外嘅發展啊，又或者內地啊，又或者係海外嘅發展啊，咁樣咯。係，咁你啱啱都講到啦，話希望有多啲嘅機會啦，俾到呢一班藝人嘅。咁其實你又點睇而家目前啦，本澳演藝事業啦嘅發展趨勢係點嘅咧？你覺得？其實而家我哋本地嘅一個發展趨勢就係、是我覺得媒體嗰方面咧可以 backup 多啲嘅。係啦，即係媒體嗰方面可以 backup 多啲。咁其實我哋藝人咧，全部坦白講，我哋全部都 ready 好噶啦。咁啊，即係因為其實講真的，入嚟呢行嘅，咁我哋其實全部大多數嘅我哋嘅本地嘅歌手啦，我哋全部都係以唱歌即比賽出身嘅，全部其實可以係最於有 9.9 成都係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但係我哋之後我哋自己公司嘅培養亦都好重要啦。咁同埋係我覺得係媒體啊，即係媒體嗰方面都可能要更加多去 backup 我哋藝人，因為其實如果我哋係點講咧？係，如果我哋其實好努力、好 ready 好，但係咧都要有媒體去報導啊，或者係有媒體去去相關嘅一啲嘅嘢去同我哋有個配合先咧，我覺得會係更加會推動到我哋本地嘅一啲嘅演藝事業嘅發展咁樣嘅。冇錯，即係媒體啦，要加大去推廣宣傳。冇錯，冇錯。咁你啱啱都講到啦，好多歌手啦，都可能係從一啲比賽啦出身嘅喎。咁你又點睇而家澳門啦，即係呢啲比賽嘅多唔多咧？呢種類型嘅比賽？其實而家澳門嘅比賽量係我覺得夠嘅。係啊，因為我哋有啲朋友即係好暫時好細個嘅，即係我哋有啲學生咁樣啦，咁啊就佢哋都聽到佢成日都話要去比賽嘅，即係一到可能一到暑假一到一啲嘅指定嘅一幾日子咧，咁佢哋就澳門街就好多啲比賽啊，無論係舞蹈又好，或者係歌唱都好，都有好多呢啲比賽類型嘅嘢。即係呢啲比賽，即係真正可以鍛鍊到佢哋。絕對絕對絕對係嘅，咁因為其實你要有比賽，你先至可以攞到個經驗。咁你可能你有啲攞到一啲嘅某啲嘅獎項，你先有一個肯定啊嘛。對於你自己嘅自信心先會多。咁而我哋娛樂公司嘅話，亦都係好會睇重呢一方面嘅佢嘅潛質啦，同埋佢究竟嘅佢有冇一個整體嘅 potential， 同埋佢究竟佢唱功係點啊？我哋先會再作一個衡量一個歌手嘅。係，即係通過一啲比賽啦，即係佢哋都可以積累好多嘅一啲經驗嘅。咁啱我哋都講到啦，即係有好多嘅本地歌手啦，即係例如陳慧敏啊、小肥啊咁，佢哋都去咗香港啦，發展佢哋嘅演藝事業噶。咁其實澳門係咪即係真係缺乏咗一啲平台啦，令到一啲澳門本地嘅歌手發揮向外流走啦，係嘛？流失咗咧。其實我覺得我覺得咧，我自己咁睇就係咧，我哋有少少似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嘅。咁因為其實佢哋你好似譬如梁靜茹啊，佢哋一啲台灣嘅歌手，其實孫燕姿啊，咁其實佢哋都係嚟自新加坡或者係馬來西亞，到去最後尾就去咗台灣。咁其實我覺得而家有少少似，暫時呢個局面係有少少似係咁樣嘅情況嘅。咁我哋澳門嘅演藝人啦，咁啊澳門嘅歌手，咁可能變咗就係培養咗一啲澳門歌手，跟住就會去咗香港啊，又或者係內地，甚至乎係台灣啊，都有嘅喎，咁樣咯。即係你覺得點樣可以避免？點樣可以避免呢樣嘢？其實都係靠我諗係你講真，如果其實澳門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即係多啲演出嘅機會，或者係多啲嘅曝光嘅機會，或者係多啲人去留意，譬如可能喺政府啊，又或者係一啲媒體上面嘅 back up 咧，咁其實我覺得，作為澳門人，梗係想在澳門的地方發光噶啦。我覺得咁另外一方面啦，其實你又點睇咧？即係而家現時本澳啦，點樣先可以更好啦，培養啦，同埋發掘一啲本地嘅演藝人才咧？即係點樣係可以培養同埋發掘一啲演藝人才？其實我覺得都係以年青人着手啦，可能搞一啲多啲嘅一啲嘅工作坊啊，又或者係一啲嘅比賽啊。咁因為其實澳門街的年輕人咧，係都係真係非常之有活力嘅。我哋都係做，即係我哋除咗我哋去做娛樂呢個工作之外咧，我哋都會接觸好多嘅年輕人嘅。咁其實我覺得要從年輕人着手咧，我覺得都係一啲要搞一啲關培養翻相關嘅興趣啊，又或者係一啲嘅比賽咧，嚟吸納多一啲嘅年輕人啊，可能佢哋將來都會入行。咁我哋個多人入咗嚟啦，
咁嗰個行業更加發展得更加好啦，係咪？係，咁我都知道咧，而家好多歌手啦都會好支持原創音樂嘅喎，即係對於原創音樂啦，你又點睇咧？即係點樣先可以更好推動啦，即係本地嘅原創音樂咧？其實咧，我哋而家嘅本地嘅原創音樂咧，其實我哋每一年咧就係會係有一個叫做頒獎典禮嘅一個平台啦，咁啊就係俾一啲嘅音樂人啊，或者一啲嘅歌手咧，去展示佢嘅作品啊，又或者係每一年係一次嘅啫。咁其實如果可以嘅話，或者可以多啲呢類型嘅嘢，即係俾即係呢大型嘅頒獎典禮，可以譬如啊，甚至乎喺唔同嘅媒體方面，佢哋都可以考慮一下做多啲呢啲嘅平台。呢啲平台出嚟，吸納更加多啲人去，有更加多嘅機會去展示佢哋嘅作品，又或者係佢哋自己可以 show off 到自己咁。即係鼓勵佢哋啊，即係支持自己嘅原創音樂。冇錯啦，冇錯啦。係咁，另一方面咧，咁本澳咧而家會展業咧，即係發展得非常之快嘅，亦都有好多嘅一啲會展活動。其實呢方面會唔會話對一啲製作公司啊，或者對藝人啊，都有一啲正面嘅影響咧？你覺得？其實會展係我覺得係會促進到我哋。演藝行業的發展是絕對都重要的，例如是我們有本地的有些歌手會出書啦，或者是有些可能是有些唱片或者發布啊，其實會展業是都可以幫助到的，因為它會展業它除了我們有去平時去會展的時候呢，我們都會見到很多個不同的 booth， 但是 它呢一定會有一個舞台的，是的，它那個舞台呢是俾啲咩人咧？咪俾我哋啲演藝人去上邊去 show off 自己啊，咁樣咯。其實會展業係我覺得係同演藝業都係有關嘅。即係會展都可以更好咁為一啲本地嘅藝人啦作一個宣傳推廣。即係可能本澳咧而家都有似有演藝學院嘅喎，但係演藝學院咧專門就係培養一啲演藝嘅人員嘅。冇錯。但係咧入行嘅人數咧就顯示啦，即係始終都比較偏低。其實點解會出現咗呢種情況咧？其實都係啦，普遍嘅廣大嘅市民就會覺得其實我哋暫時嗰個諗法都係覺得，咦，澳門係有歌手嘅咩？澳門係有演藝人嘅咩？喂，呢一行係唔係可以揾到食㗎？咁其實佢哋嘅認知咧就係唔係好足夠嘅。咁但係就中我哋，譬如我哋中意呢個行業嘅人或者中意音樂嘅人咧，佢哋就先至會留意㗎嘛。其實廣大嘅市民咧係會少啲相關嘅嘢。其實我覺得好大部分都要同媒體都有關係嘅，係啦。咁其實如果喺個媒體方面啊，或者政府咧喺呢一個演藝呢個行業入邊咧，加大多啲嘅力度去扶持下我哋呢個演藝嘅行業嘅話咧，我覺得喺未來嘅數年之間咧，咁就可能會樂觀嘅，可能會令到更多嘅一啲嘅本地嘅市民咧，能夠認知到我哋本地嘅演藝事業嘅發展咁樣。係，即係媒體同演藝一起努力，才可以令澳門嘅演藝事業更好發展嘅。今日咧多謝曬嘉誠啦，同大家分享咗咧咁多關於本澳演藝事業發展嘅相關問題，亦都多謝曬大家收睇今期嘅人才講壇，我哋下期再會啊！